台湾猕猴呢，从保育类调整为一般类，并不表示说它会任你宰割，它一样是野生动物，受野保法的保护。但是对农民来说的话，有时候它就需要另外一种方法去避免跟它正面冲突。猴子不理我呢，是个好现象。遇到野生动物，请勿喂。你看，这就是喂食后的结果。它跟人类太亲近的话，有时候就会做出不该做的动作，这不是野生动物应该做的事情。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应该是很和缓的，不要让它抢走我的帽子。先做一个基本的示范，好，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吃，好，还有这个台湾猕猴身上有时候会有一些致命的传染病，如果你的身上有什么伤口或者是说让它咬伤的话，也是要尽快的就医，因为有时候就是会传染。哎，它好像要咬我的头骨哈，麻烦你下去一下，好吧 ？OK， 好，下去，好，乖。其实猴子一定是这样爬嘛，对不对？命胖胖啊，那个上面电压是非常非常高的哦。不是同时摸到三角才会有电吗？没有，下面是一个负电的，这一条就会有电。上面三条就是正电的。那一次摸三条会怎么样？因为猴子爬不可能只有踩在上面，所以猴子身体会在这个上面。是，所以手心重。对，手心重就会被弹出去了。哦，对。对，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对。我们是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林良恭老师的研究团队，主要是协助农民猕猴危害的一个问题。那目前已经研究大概4到5年的时间。早期在日本是蛮常使用来，除了防猴子之外，那边的梅花鹿问题也很严重。哺乳类啊，对，哺乳类，山猪也来，山猪也来，对。所以林良恭老师跟林务局的长官他们去日本去观摩，那觉得这样的方式还不错，所以引进来台湾。那你架设那个这个电网的成效呢？你觉得很明显到这里就打退堂鼓吗？有，目前我们在这边架电围网，然后我们也用这个红外线摄影机跟相机在做监测的时候，发现猴子现在不太敢往围网跟电线那个方向靠近，都边这边活动而已。这怎么维护啊？是电围网跟我们的家里的电器啊什么的都是有点类似的。那我们要维护的重点就是定期要把农地周围的杂草稍微清理干净，第一个避免杂草长上去会触碰到我们的电线，减少它的功能，减少功能之外，猴子就有机会就从上面跳进来了。对，那围网它还可以效益，它除了防猴子之外，它还可以防其他野生动物的危害。窃盗呢？窃盗好像也有用啊，好像也有用。对哦，对，我们讲了半天说什么一定要维护，就避免猴子入侵，其实人也有效，对不对？你建议我摸一下那个电线吗？其实不太建议耶。啊，那就不要，不太建议。谢谢，我原本想要摸看看，不过我在想还是算了，因为好像没摸到电蚊太多。那个人是有被电过啦，被电过就有讲一下感受，感受非常非常痛啊，很痛、哦，很痛，对，啪一声那种。对，那我们有农民大哥跟我们分享，他很像被大浪头打到的感觉。我很希望猴子听到这一段对话，因为猴子小心了，不要被电到。
早期的农民他是自己是接家里的店的，那后来我们就去访视，然后看国外的经验，那有看到用电木器这个电源是比较稳定跟安全的，而且电木器它可以达到电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的，所以现在今年度政府单位很推荐农民之间，假如农地非常非常接近的话，建议是可以共同进行围网的。一甲平均我们来算大概400公尺，我们只要是用菱形网这一个模组来算的话，只有材料成本大概13万左右。对，那人事成本的话就另外计算。现在的政府非常非常贴心哈，他体恤农民还是要一点成本，对，所以他大概6万块补助45000块的资材费。哦，你如果花6万的话，他就补助4万5，对对对对，几乎是全额补助了嘛。对对对对，农民只要付一点点钱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对农民来讲是多少有点帮助，因为是双赢啊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人跟猴子有一个共存的一个平衡点，那猴子也可以回去吃它该吃的东西。哦，回归山林哈。对，这是一种投资，投资有赚有赔，投资前请详阅说明书。